友冠廷与孙可芳爱情长跑15年，终于在今年10月份登记结婚，同时宣布怀孕喜讯。日前，夫妻俩在好友们的陪伴下举办的宝宝性别派对，孙可芳分享派对现场照片时透露，整个派对都是三位挚友全力帮忙布置筹备的。几人除了提早到场地量尺寸、画设计图、对色票、手工切割，甚至设计了游戏网卡和陷阱卡，就连食物上精心设计的竹签小图案，都是大家花了整晚手工一个一个粘上去的。当天到场的50位嘉宾更以绿色、黄色为主要配色，就是因为不想使用常见的蓝色和粉红色。得知宝宝性别是男生后，孙可芳感性的表示，男女其实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温馨的时刻。于派对隔天就是孙可芳的36岁生日，她也开心表示，知道宝宝被大家爱着，就是最棒的生日礼物了呢。